对，不过马布尔加入，我觉得对球队要夺冠呢，或者说打进季后赛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X 因子哦。因为先看一下这边了，赛前跟他聊了一下，就说简浩倒是最近慢慢的这手感也有点回来，前场球创下本季新高嘛。对，也投进了四记三分球。哇哦，马布尔上来之后外线也是连。跟不上，三分线外的马布尔有。哇，今天他跟麦卡洛的得分，哇哇，刚说完，麦迪高的球是砸在简浩的身上，然后弹到变成对方的一个。再看金榜的防守，金榜是教科书等级的防守。